好，我们郑市长啊，王副市长啊，我们市府的所有的一级主管，在场的蔡永芳参议员啊，李光达李议员啊，以及我们所有的府会联络人啊，以及在场的各位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5月4号，我们进行总质询，第一位轮到的是我们蔡永芳蔡议员啊，以及李光达李议员，共用40分钟，请发言，谢谢。谢谢我们议长、市长。各位一级主管啊，以及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大家早安。早。那个首先呢，我请教我们那个金发局局长哈，阁长。我有拜托副阁长吼，几下拜吼，因为蔡永芳很关心教育哈，在我们大勇国小学区里面哈，有网咖，那其中有一家叫天下网的那间网咖哈，校方一直通报很多次，是上课期间有学童。到那边，去打那个所谓的电动玩具，上网咖，业者都不理会，我们老师去把孩子带回来，业者还不太友善。是。然后呢，我们也请警察同仁去做取缔，结果取缔完之后呢，要罚款，他根本不理你，有本事你开单啊？为什么？人头户，人头，人头怎样了哈？我知道，对吧？啊，很多次开会的期间，我都有提到这个要怎么管理，结果你们说要制定管理办法，到现在怎么制定？制定局长，请坐。管理办法已经现在我已经经过我们的市政会议通过了，现在送到我们市议会来。去年这个时候我就提到说，断水断电是手段，是。结果我发现好像你们都没有这样做。断水断电对网咖业者他只要是违规营业，我没有在执行。报告局长。好，请问你去年到现在，断水断电几家？我这边批示过的是两家。两家啊，总共几家网咖业者？是，他不见得每一家都违规，49家。不止49家，170几家。违规的、违法的，我们当然有举报的，我们会去查。那很多你们都说要送强制执行啊。是，就强制执行之后，人马减减啊，人头户啊，会有这种现象。一钱无缴，根本没缴，你知道？警察去他们鸟都不鸟他，你知道吗？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断水断电之后，他又偷接。那我请教你啊，那个王副局长，那个天下网咖那件事，你有听过吗？我听过。什么时候听过？刚刚。他有确定是刚刚吗？报告，他有跟我。我去年讲个答。啊，我会。结果你今麦个知影？我会就针对这个天下，你想怎么处理？想怎么处理？只要他是违法违规的哈，然后我们在整个程序上面，就是必须给他一个警告，然后给他给罚单。如果说他不该警告，该罚他如果说不缴的话，那我们就是断水断电，可以断水断电的，可以。请坐。我是因为我、这个、跟你讲那么多没有用，我去年讲到现在还是没有用、啊。谢谢，还是没有用。你对于这些用人头账户的人头户去开户的这一些所谓的业者哈，根本无法可管，因无你惊你啦，是啊，伊无你惊你啦。这个就应了那一句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去追。到底谁是道，谁是魔？我们是道啊，他是魔啊。伊无你该信道了，请坐。谢谢。请坐。那个教育局局长哈。最近我们桃园有发生很多件疑似体罚的案例，是。那有一件本席有去了解，是确实是有所谓的体罚，那种体罚可能不是所谓我们传统上的认知，是那种所谓的用打骂的那种体罚，是另外一种管教上的体罚，是言语上的体罚，是那种的霸凌，我相信局长应该很清楚了，是那种霸凌。那对于这一种问题我不知道局长你有没有对于我们整个大桃园的这个我们教育界来讲，你希望要重申什么样的立场？是，跟议员说明就是说我们教育局的立场是不要老师有体罚的现象发生。那体罚不只是对学生实质上肉体上造成伤害以外，对心理上造成的伤害也算。那我到学校去看有些学校的这个处罚的方式是不太妥当的包括了这个很多的
家长跟议员跟我们反映，特别是永芳一座，你也有跟我们反映哈，就说学生有被羞辱的，比方说像丢本子，比方说像关厕所哈，那这些都是对身心会造成严重的伤害，特别是关在厕所里面，他会有一种幽闭的恐惧症哈，那这都是不好的。所以只要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伤害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严肃的来处理。那我们现在教育局的政策是这样，只要有确定对学生的身跟心造成伤害，那有当导师的就要调离导师的职务，然后老师就要送考核委员会来处理，那么老师本身也要对他辅导。那除了这个以外，对受害的学生，那我们也要对受害学生提出心理的辅导，特别是如果影响有到全班的话，那全班的受害学生也都要一起来进行辅导。那我们教育局还是督学室还是会长期持续来追踪后续的发展情况。针对我们巴德这个个案哈，他确实是个案哈，就是那个老师的问题。那我们局里哈有处理，可是不够明确，不够明快，结果造成了说，孩子被问完话之后，又在同一个现场又继续上课，结果呢，孩子会怕，家长更怕，怕什么？奇怪，怎么没有处理？他认为说案子被吃掉、被吞掉了。是，那我跟易座报告哈，这个教育局会有这样一个政策的指导哈，但是要回归到各校的考核委员会、跟教评会、跟校长去处理。那如果说有延宕的话呢，那我们在将来在这一方面会更加的注意。那因为延宕多拖了这几个礼拜，那会延宕的主要的理由是，如果送成绩考核委员会的话，那不一定会在考核委员会里面做出我们比较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那个局长，其实我要的不是说后段的你怎么样去考核，怎么样去惩处他，是我要的是当机立断的处理。是，因为孩子不能在这个环境一直在这个环境当中，他会害怕。这个就好像以前的所谓的白色恐怖哈，是，真的是白色恐怖了。是，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所有的局长哈，有被调查局请过去问话的，请站起来。袂惊啦，袂紧张啦，吼，袂惊吼，请坐落。徛着表示拢会惊，对不对？都会怕，对不对？当然会怕啦。虽然我问心无愧，但是对于有这么 power、有这么大权益的人在问我话，我会不会紧张？我很怕。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么怕，就回到班级之后，又要同样面对这个最有 power 的老师在同一个班级里面。你说他会不会怕？他更怕，那身心灵有影响，家长也更怕。为什么？有人出这么重的手了，居然后面后端还没有处理，家长又更怕。我相信，可能在座你们听不懂我说什么了，局长懂，局长知道。那后续怎么处理？处理得圆满，不要造成学校的二次伤害，因为这是个案一个老师的行为，不应该把整个学校的名誉通通都拖下去。这是不对的，该处理处理一件事，把它处理得圆满，处理得好，把孩子照顾好，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空间，这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学习空间不只是教育局要帮忙，金发局局长，我拜托你好不好？我去年哈，应该做。我去年拄啊上任讲啊单嘞。我随处理。我去年拄啊上任吼，临时会我嘛讲啊单嘞。第一摆开会我就讲啊单，结果恁拢。我是全面性的处理了，不是跟他单对。我知啦，我蛮希望你全面性。我是今天很不爽，才把个案盯出来。因为蔡永芳从来不会就这个小个案哈去盯人家，没意思。这是大管理的问题。整个教育需要大家帮忙。是是是，好不好？那我也不希望说这个问题造成教育的一个不好。很多个大单位都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人，把这个名声、把这个名誉搞砸了。那要经营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我相信啊，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的责任，是每个人都有责任。好，谢谢，通通请坐哈，通通请坐。那个环保局大队长，队长哈，我请教你们，我们那个焚化炉什么时候再税修？
几号退休？几号？那个可不可以请到前面来？三个一起上来啊！这前面有麦克风，好不好？谢谢。我请教各位哈，会不会怕？会了哈。那个到这边空，那个报告台这边。报告台这边没关系。这个就是小朋友的心情，知道吗？起定，你上来哈。为了调查一件事情，把孩子叫来问话啊，问一问孩子吓得要死啊，其实一样的心情。我不是苛责你哈，我是做个比喻而已。那个心情我们也知道，好不好？那我想请教你，那个焚化炉修炉岁修什么时候？今年第一次的上半年的岁修是从4月26号到6月2号。那我4月22号晚上接获民众的通报，说我们巴德哈，我们那个垃圾掩埋场有臭味，我直接杀到那个掩埋场去看，就去到现场发现一大堆的垃圾。我问那个现场的操作，也够了呀。我问讲，啊，恁即马是创啥？讲即马伫修炉。岁修，所以今麦就开始伫蹲垃圾啦。啊，为什么还没岁修，咱八点就开始伫蹲？跟议员说明一下哈，那每年的焚化厂岁修之前，大概10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调节焚化厂的除坑的一个里面的垃圾的一个容量，把它降到最低啊，来因应岁修期间的这个处理量，焚化厂处理量的一个。所以岁修之前有垃圾掩埋场这些乡镇市。这些区啊，你要开始到蹲回对吧？是，还是提早偌久你蹲？一般来讲，拢差不多10天，都要开始要调节啊，都要调节啊。来，我请教你吼，岁修要岁修偌久？每年的部分大概通常大概是35天到45天，不一定，要看他岁修的功效有哪些。蹲40天啦，头前先蹲10天，50天。后边偌久你会使甲清掉？后边的部分就是岁修了，就是全区全部都可以垃圾平常每天都可以进焚化厂。偌久的时间？我每天的焚化厂都有余量的部分，再把这边把它转运进掩埋，进焚化厂。就是我们的余量是吗？对，余量。我甲你算过了，我计算机嘛查嘞，人即马有人迄个垃圾，人的量373799吨，这是恁户外。的数字，一年加加烧38万吨，啊，你讲一天会使烧1000余吨，其实安那算一下吼，恁这炖的物件根本你都无怎处理啊。啊，阮巴德掩埋场，你即马休岁休40天，往前拉10天、50天，后壁你要炖偌久？你根本就你都无怎清嘛。后壁蹲到足久，拖几啊个月，结果下一次税收又来了，规年冬天拢咧蹲粪扫，旧粪扫莫甲拉叮当卖臭，新粪扫放落绝对会臭。那你认为这样公平吗？我跟议座报告哈，其实在这几年来哈，统计这10年来，其实我们针对巴德大安这个掩埋场暂置垃圾部分哈，除了原来暂置以外，其实我们把旧垃圾以前往年今年累月堆积垃圾，其实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调度部分，也清除掉了将近83000多公吨到焚化烧掉。那我想请教一下哈，4月22号我去现场会刊的时候，有下一个会刊的结论，那结论里面又写了几点，我请问一下我们那个巴德中队长，你知道内容吗？包玉洲知道。什么时候知道？昨天。当天有用 LINE 传给我。好，你公文哦，昨天连夜赶工，5月2号，昨天才写出来。这杨子俊是哪个单位？不好意思，我们稽查科。稽查科哈，昨天公文才给我，你当天就知道了，对？那你有做什么处理？不好意思，我们有通报下去，然后。干部再下去跟那个队员这边来要求。要求怎样？你阿公。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决议事项来办理。好，会刊结论哪几点？我们讲一点就好了。我想请教你哈，你即马粪扫场，即马有你蹲粪扫对不对？你转迄药啊，当时转，一天转几摆？
不好意思，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那我们的会刊结论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劳动前哈、半个钟头，我们就开始喷药。对。然后一直持续到结束。对。有这样做吗？不好意思，有。就抓，手举起，你就抓，手举起，你讲有，有啊无？有。真的？是。我去现场问了现场的工作人员，恁药安怎抓？伊讲下早一包一摆，下晡一摆。我讲暗时啊，车入来的时阵，恁有抓无？这太危险嘛，这袂使抓。你确定有抓？不好意思，晚上没有，上午跟下午各一次。晚上，我们的结论是这样子哦。巴德垃圾掩埋场暂置垃圾于执行扰动作业前半小时应开始喷洒异味抑制剂及消毒剂，直到停止扰动为止，对不对？然后表面要覆盖帆布，覆盖帆布太歹做嘛，无可能。这我无爱甲你讲，但是粪扫进场的时阵，恁卡拉车底下撸来撸去，撸啊撸土机伫撸的时阵，砖嘛无你砖，你也讲有。敢有抓？你手要举起来，你就抓。有啊无？有。真正有。是。那个大队长，你一样去问呐、好不好？可以吗？好的，你做这么。我去现场问哈、我去现场问迄个了的哈，佮问迄天日时去问现场卡拉车伫底卡遐吼，伊嘛讲无。真正有。不好意思，我们都有要求他们做消毒日志啊，就是消毒日志确实登记的时候是。早上跟下午各一次，然后过程的部分我们会再依据一座的指示来去做处理。那我请问你哈、那个永安宫后面的空地杂草那天也有要求，什么时候做的？不好意思，这个部分因为它是所谓私人土地的部分，那我们查明地主之后已经发文请他们改善。你们什么时候去现场去做处理的？你公文我们查到地主公文发出去是在5月2号。都当天嘛，5月2号，礼拜一。您知道阿峰不欢喜要请教您的时候，阿你就昨昏工课拢做一个做。4月22号，蔡永芳在家里看书，明天要考试，我课本丢着没有看，我跑去现场会刊，结果隔天考试不及格，我也没有怪各位。问题是你们4月22号到5月2号差了10天，你才去做这些动作，这样警察跟我来讲哈，照。红吊表拍死啊啦，敢可能？警察局长有可能无？你的单位有可能无？你的单位会安尼无？不会。袂嘛吼，请坐。差10天，今仔日暗时拜蔡永芳咨询啊，蔡永芳拜上尾一天啊，可能拖一个月。你要信啊？我说不会的。不会，你嘿不会是你讲的。我今天点的问题啊，是说有些东西。民怨哈就是这样引起的，你不要以为他们闻这些臭味闻习惯了就不会抗争，不要太轻忽了，知道吗？民众的反应，我们赶快就去做，就去动作，表示说，哎，这个政府有感，有感觉，还叫你拖拖拖拖10天，你也拄到像这蔡永芳笑笑像去爱乱的时阵，带人去抗争的时阵，你就没完没了。好不好？请回座，谢谢。谢谢。那个郑市长，其实你在地方答应的建设太多了，问你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可能这么多，你可能有一些有自爱难行的哈，请你解释，可能半小时也解释不完的哈。那一样，对于你的建设，本席非常肯定，也很支持的。只是有些行政上的管理哈，你没有盯到了，我帮你盯了。好，谢谢。那另外有那个那一天有民众在讲说，我们那个桥下那个假日农场哈，好像生意不是很好。他提个建议说，可不可以做复合性的？譬如讲，人那个位所在是卖花搁卖叶啊，还是卖菜搁卖其他比较不会相冲突的一些产品哈，可以做个考虑。要不真正哈，冷冷清清嘛，无好看。假日农事哈，原来的规划虽然以农产品为主哦，那一开始就没有预设说只卖农产品。那因为消费者他不可能只来买蔬菜，所以一定要产品要多元化，只要空间够就可以多元化。那这一点原来的那个农业局哈，原来就是希望这样子做。
那我知道那个承办的那个农会哦，那么有的哈、哦、对这一点还不够清楚，那这一点我请谢局长来督导来改善。事实上是要给其他重要，那农产品只要占一半就好，其他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产品。好了，谢谢啊，那两位请坐好，谢谢。议长早，我们市长啊，市长早哈，市府团队啊，各位媒体先进哈，在座的联络人大家早。教育局长，局长高局长，是，请问一下哈，一位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哈，因为啊在教室玩墨水哈，老师的处罚是哈，在下课之后啊，在他脸上涂满红墨水，叫他走回家哈。你觉得这样的体罚得当不得当？这是不当的体罚。哦，所以这个老师哈，心理已经造成伤害啊，承认有错哈，但是老师承认并没有错。你觉得这样的老师还是不是人？这样老师已经达到，因为他已经对学生的身心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应该要送教评会了。哦，我想今天我们蔡议员也非常关心啊小孩子的心灵的一个问题哈。是，我想要送教评会哈，已经你已经掌握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了嘛哈。是。好，我想这个要做一个啊，对家长哈，对学生有一个合理的交代哈。是。好，你请坐哈。好，谢谢。啊，我们金发局张局长哈，那个国际癌症研究署哈，多年前已将电磁波哈。列入可能的致癌因子哈，过去也有研究指出了哈，在高压输配线附近的儿童哈，发生白血病或脑癌的几率哈非常高，是不是哈？最近我们媒体哦有披露说哈，台电有啊电磁波的一个强高超强的电磁波的啊30所变电所，我们桃园居然占了9座哈，啊我们台北市8座哈，台北市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啊变电所哈，藏身在。啊，都会啊地区哈、哦，我想这是对我们市民的一个啊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请问你有没有接获到这样一个讯息？这一方面的讯息是平常会接触到，但是现在目前还没有做一个全面线的一个检测。所以说我是希望哈、哦，我今天会提出这个问题哦，希望你啊台北市有，我想桃园也可能有，请你正视这个问题哈、哦，可以啊立刻清查哈、哦，这个对我们市民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尤其它的危害性是非常的严重的哈。好的，我想啊，如果有在我们密集区的部分哈，是不是说请我们台电来把它移除到我们的啊比较人口稀少的一个地方哈，是不是可以这样做？我可以跟台电来讨论这个事情。针对这个对民众造成健康的话呢，如果确实的一个这个量测的结果，那有超过的话，我们我想一定要积极去一个来调查一下了哈。是，我想。现在是还没有做了，我想希望你积极去做哈。我想要工商发展、经济发展哦，又要没有电，那是不太可能的哈。尤其我们未来的包括航工程啊的一个建设计划哈，还有一个绿线的一个啊新建哦，我想再都需要电哦。我想市民觉得是需要电，但是一定要维护一个安全的哈。啊，提到航空城哈，我想这个问题我来是好，麻烦市长议座说一下哈。这个台电的变电所那是。各城市都有，我看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说，哈，有我们9座，台北市有8座，那台中市有5座，那分别是电波超强的，那但这个数据还没有验证啦，哈，我认为要找专家来确实调查是否哈电磁波超强，因为这种报道很容易让附近的居民哈恐慌，因为其实每个变电所可能它的输配电的量哦不一样。但基本是规格是一样的，那有的是在郊区，有的在市区。我觉得预做的咨询哈是有价值的，我们应该要协调台电找第三方，只有台电数据不够，找第三方的那个专家来看，我们这些这个变电所到底它的电磁波哈有无超强，第二个有无对人体产生健康的危害，这两点都应该要说明。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是，环保局那个沈局长进一步说明一下，因为我想这个议题提出来是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处理方案。是我跟议座报告一下哈，就是说现在就是环保署有定这个电磁波变电所这个部分的标准，它目前的标准是833毫高斯了哈。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检测出来比较高的部分大概100多，其实都没有超过那个标准。当然这个部分也有环保团体他们也在关心这个议题，希望能够把这个标准再做一个检讨。
那其实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在使用，比如说洗完头发之后那个局长，你刚吹风机哈，那个瞬间都比这个还高。843毫高斯哈，是一个短期暴露了哈。它是长期暴露的话，我们环保联盟哈，它环保署也在规划哈，顺应我们的环保联盟一个名义哈，是规划在长期暴露是83.3，对，他们要差距有10倍哦，是差十倍，我想差十倍。其实手机跟电器也有电磁波啦，对，所以它也要有规范。所以这个部分哈，刚刚一座讲得很好，就长期暴露的这个环境值哦，到底有多高，瞬间有多高？那这部分还是要这个，既然环保署有检测计划，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室内的变电所，特别是市区里面的，还是要调查一次完成。我觉得这样子哦，对民众来说，他的健康风险才能够降低。谢谢市长的重视跟指示哈，还有接续我们航空城哈，市长。航空城是我们国家级的旗舰建设计划哈，也是振兴经济的重要建设哈，只许成功哈，因为我们是用良田来换产业，用来拼经济的哈。我想也必须要让不少哈的人来迁离他们原来熟悉的一个家园了哈。虽然已经孕育规划多年了，但是规划的内容哈、招商状况其它的明确度哈，还是让人哦容易反复的一个质疑哈。要让民众对航空城的支持哈。中央与地方应该分阶段提出说明规划内容哈，还有它未来的一个期程哈。如果是产业发展涉及到法规松绑的部分哈，我想都应该积极请中央与地方哈合力展现决心哈跟魄力哈。郑市长我们上任之后哈，我们看到郑市长为了催生这个航空城哈能够早日拍板定案的所付出的一个努力哈，我想全市民都看得到哈，尤其是依民主程序举办听证会哈。及刚结束的一个正式听证会哈，期望把主力降到最低来创造多赢哈。刚才提到哈，航空城不仅是专属我们桃园的重大建设计划哈，开发成功后，产业的发展哈，产业的升级，国际投资招商的引进哈，就业机会、经济产值、GDP 哈的成长，都是全民可以共享的一个果实了哈。未来航空城会不会再继续？会不会成功哈？会不会再招资哦？请问市长，经过您的努力哈，还有你的团队哈，到目前为止，从我们地方跟交通部的沟通合作以及审查来评估哦，何时能够获得内政部都委会的一个核定？这个正式听证已经在5月1号办完，那么全案哈送内政部的土地征收小组来审议。那土征小组审议的时候会附带要求。那么要配合不同的意见做都市计划的变更，所以变更案我们会一并送给那个城乡分署来参考，因为它是拟定计划的主办机关。是，所以接下来的工作都在内政部的层次，所以包括土征小组跟都委会。所以最后哈还是要核定哈，才可以延续哈我们升格前现我们其实是第一期、第二期的一个计划哈，或者交通部的计划，也就是蛋白区哈第三跑道的一个新建。我们是认为说哈，都市计划是同一个，但是区段征收计划是两个。是经济交通部所属的区域叫做机场园区。我们所属的区域叫做附近地区，这两个区征计划它在公共设施哦是联动的，所以公设是一起规划，都计也一起规划。那我们认为说这两个区征计划哦，那么即便有所调整规模大小，要一起通过。我知道哈，因为市长都有在努力的哈，何时能够动下第一铲哦，也就是说何时能够动工哈。是除了我们市民关注哈，全国人民也在看，也有期待。原来的表定是108年呐、是原来的这个计划的时程表是今年6月送那个内政部。市长哈，我想哈，大家哈在歌颂我们中国的经济哈，它的一个尤其是厦门经济特区哈，它从以前哈1980年代的产值哈，大概是4.79亿的一个人民币哈，到我的目前为止哈。2008之前哈，2007年的一个经济产值哈，是1375.3亿的人民币啊，它是耗时了30年哈。我想这么大的一个计划哈，我们不要唱衰我们自己的航空城哈，也不要气馁哈。所以市长您的任期大概还有6年多哈，我相信你这么努力哈，一定可以连任哈。我们想我现在所关心的，市长所在努力的，一定都是做播种哈，来为以后我们子孙的一个经济发展来做一个努力哈，所以也不要太气馁了哈。我想一座关心的主要是说哈，已经讲了10年，
现在好不容易听证会已经结束，是后面的程序能不能快一点？是，包括哈第三跑道，那牵涉到机场的营运能量，现在每天要出国的人哦，都要提早2到3个小时，因为他滑行道在维修。是，那以后滑行道修好了以后，还是要等，因为容量不够，那第三跑道也未完工。那以各国的经验哈，一个跑道一条跑道的修建的期间哈，实质工程大概2年，所以应该要想办法在环评工程设计上先行规划。第二个哈，我们的产专区哦，都是在60分贝线内，所以我们也应该要先行取得土地。那第三哈，像我们的这个绿线捷运，有大概1/3的路段在航空城范围内，那应该要以这个工作道路先行开发，不要我们绿线捷运原来会定公共设施要先走，对，先走。那我们预定开工后8年完成，那航空城的部分的路段哈，仍然需要配合这个时程哈来完成，要不然就变2段，就变8年跟12年。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会很用心哦，跟交通部还有内政部沟通开发时程，谢谢，能够缩短一定要尽量缩短。请市长多费心了。还有我们的第一期计划哈，进度需达到开发60%哈，对，才能够进行第二期的开发。产专区的部分，对，会不会是对航空者的计划没信心或者过度保守哈？还有或者有其他的一个考量哈？有没有再请内政部研议修订的可能哈？请市长简单说明了。好，原来内政部的决议是这个都市计划第一期要产专区开发60%，才能开发第二期，所以二期的居民有在抗议说形同现进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跟那个内政部好好沟通。那么60%的定义是指招商完毕还是实质兴建完成等等哈，这我要了解内政部最后的态度。是，然后我们现在的进度呢，听证结束不是我们的工作结束，我知道我们目前哈航空城都计范围内的公共设施跟工程设计也是要在今年内完成，工程是统一设计，分开给民航局跟我们来发包。开发是要多面向来并进的，对，当然要依循我们的一些程序来走哈，但是要么就全部开发哈，引进投资哈，奖励促进经济发展来吸引投资，来创造我们的一个就业嘛哈。市长，我刚提过哈，进度不宜乐观了，但是这个过程，我想全民都看到你的努力了哈。不敢太乐观，但是一定要加速。我希望说哈，我们不要等到8年、10年，甚至15年哈希望再创造一个台湾的奇迹。希望不要，我这里说一个政策原则，桃园的一个奇迹。机场捷运规划10年，兴建10年，这个是一个坏的示范。我不希望航空城也是规划10年，然后整个工程又拖了10年。那这样的话，国家的竞争力就流失了。我想520即将就职就位的一个新政府哈，除了会谦卑哈，倾听各方的民意、基层民意哈，尤其会尽最大的努力哈，来克服我们目前的一个经济困境哈，来提升经济成长，让年轻人努力哈，有希望、有就业的一个希望哈。未来我们的航空人计划应该是整个台湾的一个经济的活水源头，不可或缺哈。希望早日完成区段征收哈。照既有的国际机场园区及附近特定计划进行哦，依土管哦土地使用分区哈，其中产业专区456公顷的产山草产市哈，早就有了蓝图哈，加上实实在在开发之后的一个标的呈现哈，因为地理位置优势的条件哈，与台北港的双港联运哈，好比两颗驱动的一个引擎哦，台湾的人才软实力等等种种诱因。外资或者想要投资的一个厂商哈，会因为看得见而信赖哈，才能够具体让外资国际企业青睐，也才能顺利导入外资哈，或者吸引西进在中国或南进在越南、柬埔寨哈，还有泰国的这些台商回流哈。首先创造的就是建厂的一个火车头、领头羊的一个内需产业哈。再者哈，交通部第三跑道的一个新建哈，拆迁户安置在南向哈，在60分贝线以下哈，也是能够直接刺激到我们的营建火车头的一个内需产业哈，也就是需要中央跟地方来双管齐下，我想市长应该是认同，所以更必要积极来推动来进行沟通。光达议员这段话在我们的最后那个正反双方的辩论里面，你讲的比那个交通部还要精彩。是，谢谢。好，在整个所谓航空城计划，本席认为哈，我们的产山产市专区
会是成功与否的一个指标了哈，同时也是整个计划的一个点燃器哈。我相信市长也是认同的哈。产三产四的一个土地分区使用管制哈，我们罗列了核心发展产业、次核心发展产业哈，还有资源性产业哈及附属设施哈，还有其他经目的事业机关同一支产业哈。核心跟次核心产业当中哈，也明确勾勒出未来产业引进及发展的一个类别，基本上方向绝对是正确的了哈。台湾出的 IT 制造业具有优势，我们的 ICT 科技业也是全世界公认最强哈。但是我们目前面临其他国家的一个挑战，全世界都在抢物联网 IOT 这一块大饼哈。不少先进国家都有国家性的一个整体战略规划哈。台湾急需要借由国际性的一个政策，在物联网的一个竞争世界当中哦来突围，来找出我们的一个定位哈。最近我们的王副市长刚领军哈到我们美国去访问哈，也拜访了国际的知名的系统大厂思科哈。除了思科之外哈，你大概简单说明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这次访美的一个具体成效？有什么备忘，或有什么大家达成一个默契，对未来的航空城的一个投资有注意的？好，我跟易座报告一下，思科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它是一个通信器厂商，它全世界有很多的一个位置。我们主要是跟他希望说，他到我们台湾来，能够设立一个所谓研发中心。那研发中心角来的话，就带动 IOT 的这种产业。因为我们过去台湾啊，产业来讲，制造业 ICT 非常好，但是那个毛利非常低，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上软体。那现在软体最好表现就是 IOT 的概念 ，Internet of Things 就物联网。那就全世界在开通哈。那除了这家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叫超维，那在我们巴德有市场。那这家公司跟那思科类似的一个竞争，那他们成长率非常高，是完全台湾做的。他们也希望说回来巴德这边，或者说产业转移这边能够扩充。是，这两家是我想的目的。这一年多来哈，我们市府哈航空城的部分哈，还有整个为了金发局的一个招商计划，都很努力了，也都在出访哈。我们是绝对是支持，但是我们希望看到是一个成效了哈。我想这一次哈，我们的准政务委员哈张景生哈先生也几乎同时抵达哈。对，副长市长请教一下，这是不是说可以解读成哈我们蔡英文准总统哈对我们桃园